接下来来到家己澳古湿地有正丰富的生态，迄个里有足侪人来遮地来佚佗。也毋过对从开始哦，民众就发现上万只鱼啊是浮出水面，佮有一挂臭味哦，怀疑讲是毋是有人偷鱼啊，造成即款的情形。嘉义县环保局是已经去到现场地采样，要看讲是毋是有动物的反应。水面上一点一点白色的物件，我入去看，原来是一尾一尾冰冻的鱼仔。嘉义澳古湿地北边的堤防附近有一大堆的死鱼仔，而且无分大细尾，全部拢死了了。初步估计范围有200多公顷，予嘉义来看鸟的民众拢惊到。他什么用意嘛？奇怪，因为这好好的地方，为什么做这种事？入门的管理啊，他应该会做得比较好一点，或是他有定点定时的这个检查人员，这样应该能够有这个维护的作用。嘉义澳古湿地有真丰富的生态，嘛已经划入去保护区，不过范围真宽，不时准有人入去掠鱼啊，因为遵守的人力有限，无法度预防，所以环保人士怀疑是有人故意偷鱼啊掠去卖。这种都是夜间有很多不肖业者来这边偷抓鱼，现在澳古湿地北堤现在有遇到那个整个。湿地水域的鱼都死掉，那这个是很明显的，就是有人来下毒。烦恼偷鱼啊，威胁到湿地生态。不过毛民众表示，那是偷鱼啊，在湿地食物件去鸟啊，嘛应该会死亡。不过并无看到鸟的尸体，嘛怀疑可能是水质恶化。嘉义县环保局已经派人前往勘查，采取样本要送验，要了解是毋是有动物的反应，搁做后续的追查。记者嘉义综合报道。